刘金硕是一个技术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，他的他其实训练非常努力，而且正反水想啃下他这场也不容易，是有野心的选手。对，你看他是，他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。是。哦，这是质量够高的。啊，他其实挺有实力的。哎呦！对，张继科其实现在还可以，他但他自己。好球，输到5-6。好球，球停了。两面站中间，对，好球，哦，漂亮，出台了，出台，对，他是想发短的，对，他不是有意的再继续发，98年的我看，对，哦，又喊起来了，估计还是勾他反手，对，其实张继科。张继科在上一轮7-6领先的时候，这个球就接太小心了。你看，其实继科接的非常好。对，又起来了哈。哎呦！哎呀！其实这是一个机会球。对对。所以你看。哦，徐婷。我觉得双方都是那就需要胆量。哎，撤了一半没回来，是吧？动了一点点没回来，犹豫了一下，犹豫了一下。他拧张继科的正手，你看了？他比他有胆量。对，他包袱轻。作为继科来说，想办法现在打得简练一点。哎呦呵，这个真的是反正手质量都高，都很高，对。所以像这种小孩，张继科也算不准，我也算不准的，都不是很了解。对，你不知道他能弄出什么来，所以刚才为什么我这个斗大难？哎呦，叫暂停，又出台了，要叫。你看，他不是说不想拼，不是不想赢，是哎呀。一般来说，当运动员时期的他们都会自我保护。从细节上看，他的还原好像加点保护，但是还拼命在侧身，因为他站不住。哎，反手站住，多靠几板，有机会再撤。对，可能会犯错误，这会儿时候再去进攻。哎呦，太吓人了！都很危险啊！太吓人了！好，这两分很重要，主动下手，不能下手的时候要站稳了。站住了，好的，很好的。你看，他就是。好，打平了。好球。好球，漂亮！好球！看看这球，你看，哦，落地去了。其实从这个细节看，7-3，他非常后悔这会儿。你看，7-3非常后悔，你看，加队我心态。希望继科不受影响。又侧身，又侧身，没有必要去侧身，你看啊。对，就拧起来或者直接抽都有机会。好球！哦，无畏失误。
这三个球失误的太可惜了。对，太可惜了，他肯定想把自己的手剁了。嗯。长球，这板球，哎，是，哦，拿下，很坚果的，跌宕起伏的一局，是。对，反手必须强顶这一下。哦，哎呀，算到了，其实，哎，两个机会，鬼拉，哎呦，可惜啊，着急喽，就是那一个搏杀，有了、嗯、对，你看他还是要回到他刚才那边，让对手勉强拧起来反手，拧完之后就站住反手，其实但他对他这球其实打，你看总全是第二板失误，哇漂亮，这个回合这个没办法，对，太好了，又开始双脚离地，开始起跳了。哎，这样的话，吴金秀是在决胜局11-8战胜了张继科，这样拿到了最地表最佳12人自己的首场比赛的胜利。